大肠包小肠的可乐果哎，大肠蜜酸口味，哪有可能啊？啥物？丁辉贵的洋芋片啊？大家好，我是 Brian， 我在台湾平常超喜欢吃台湾的小吃，想吃大肠包小肠，不知道 7-Eleven 到底有没有在卖呢？帮我进去看看吧。好，我们的东西都卖到了。我在台湾最喜欢吃的小吃就是大肠包小肠。我不知道那边称一个零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我们来吃吃看吧。把两个大肠跟小肠的一起吃哦。哇哦，真的是像刚刚在夜市买的口味一模一样。这两个它一定要一起吃哦，这样子最好吃。居然也有猪血糕变成洋芋片了，猪血糕就是你们的第一回归，我平常不太敢吃，因为它的口感我有一点难接受，然后它的味道也有一点点怪怪的。不过不知道它变成洋芋片的时候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，真的有那个香菜的味道，另外还吃出来猪血糕的酱的味道，有一点甜。接下来我们吃吃看我们的大肠面线，这个很刷嘴耶，有醋也有蒜的味道，很香，它的口味比较重一点，搭配一些鱼茶或是红茶会很不错。好，我们试试这些台湾点心的零食就到这里。那这些我都很喜欢，都符合我的口味，记得拍照上传到 Instagram 跟朋友分享哦。我是 Brian， 下次见，拜。